启动之后呢，我们将开进我们的潮州机场的南方小站哦。从潮州前往我们南方小站全长2.4公里哦，就可以到我们潮州基地。那这条路线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台铁从在潮州机场上下班员工的通勤路线和通勤路线。那整个呢，潮州机场北端南边呢，整个占地呢大概有52公顷哦，相当于73个足球场的大小，好像是非常的大的。所以呢，它目前呢就是由3级和4级的这样一个检修。那我今天呢所参观的，我们发展在这边的北边，东海旁边的机场呢，旁边的这个机场呢，它是负责做我们现在的 EU900型直升机电联车的整个维修。那整个场内呢，非常的现代化，好，包含整个引进最新式的起重机，就是同时可以把整列十节车厢同时举高，的一个新式的这个举重机。没有，你干脆跟他讲，从电车司机下来就好了，没事。如果不是普通。
心被我唤醒吗？啊，对啊，其实应该是先冲动。豪哥，你前面，我后面。OK， 那我就先。一个压后。负这个的嘛，刚好。我豪哥，你跟在上面。我豪哥。